网上有人骂我，网上有人黑我，有人说我长得丑，你发现我纠结的问题就更加的表面了，发现没？其实我能改变这些情况不？我改变不了的。就比如说大家怎么黑我，或者谁不爱我，这些我能改变，我改变不了的。因为这个世界是丰富的，你必须先得承认每个人的认知和受教育程度是不一样的，大家理解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尼采有句话说，要求所有人喜欢你本身就是错误的，生活从来没有刻意为难你，是你的认知程度阻碍了你。就是一件小事在你这儿就把自己弄得要死要活过不去，那你因此就所有事情都痛苦，你发现你一生中全是痛苦的事情。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厄运之后，有的人永远那么的从容与理性？经验丰富的将士就是会在无人的夜里独自擦拭好自己的武器，敢于第二天继续走入那一场暴风雨之中继续战斗。但年轻的将士往往就会怨天尤人，绝境是心境，不要从外部世界中寻找你的力量，只要你内心不放弃，人生哪有那么多绝境。